阴阳所分，你得按照阴阳来啊，你做不了阴阳的主啊。他叫你穿 T 恤，你就穿 T 恤；他叫你穿棉衣，穿棉衣。到冬天了，你还穿个 T 恤，那不冷死你啊？你做不了主的，生死面前你也做不了主，死际面前你也做不了主，你只有为他做主，和安得无数就得道理。做人真没意思啊，一点做不了主啊。以前有一首诗啊，裴多菲写的，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过去把这首诗我读的时候是把当爱情诗读的，其实人家根本不是讲爱情的，人家借爱情而借题发挥，讲什么？讲自由的。什么叫自由？自由不是自由散漫，那自由也不是自主啊，自由也不是讲我们讲自私啊，都不是。能做生命的主人而不被命运做主，这叫自由啊。心想事成就自由了，心想不成你就不自由。大家想一想，不能做生命的主人，生命有什么可贵的？生命可贵就可贵在我能做主啊。所以凡夫被念头控制着，做不了主。下面就讲了两种情况。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故惧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与惧他不定。那么圣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圣人对生命的认识跟凡夫不一样。圣人啊，不被圣人认为啊，一切都是可变的，可以做生命的主人的，可以超出这个命数。那么他讲了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极善之人数据他不定。什么叫数据他不定呢？这个命运已经发生了，如果按过去认命的方式呢，我接收这就可以了，现在不是，命发生了，我还能把它改变掉，不光是接收，比接收的境界更高，我能把它改变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书园讲了凡四训，下课的时候有这个四个义工来找我，让我签字，而且指定拿这支笔签字。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们就跟我讲了，说这支这个签字笔啊，第一个义工呢写的时候写不出来了，写不出水来，是不是一种命的状况？他就给第二个人写，第二个人写又写不出来，还是没有改变。他就给第三个人，第三人写也写不出来，就给第四个人。第四个人把笔拿过来，没有写，对着笔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一写写出来了。大家明白了，不好的状况已经出现了，写不出来了。念头一变，笔就变。我们的命运这样的，你只要念头一换，你的生命景象马上换。前面还是你错的呢，两人吵架，一说我错，吵架停止了。念头一换，马上就变。说命运啊，是由念头变现的，把握命从把握念头开始。了凡先生呢，认为命是天定的，我只能接受，也不错，但是毕竟是凡夫，圣人是可以转变命运的，凡夫只能接受命运，低等凡夫是抗拒命运，三个层面都不一样，要能转变，在哪里转变呢？在自己念头上。这个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的时候，曾经做了一个实验，大家应该看到，97岁的岩谷信男带到一群人，在日本有个琵琶湖，在这个内湖严重污染，老先生带了这帮人啊，在湖边说
原来水是污染的，不干净的，大家把念头换掉了，说水干净了，水干净了，哎，练了一天，水果然干净了，保持了半年，水是干净的。说念头一换，底片一换，电就换掉了。有这种思想的人叫圣人，没有这种思想的是凡夫啊。说了凡现在是凡夫，但是高等凡夫。那么极善之人，善我们知道了，善念一起来，不好的命就改变了。极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极善？还有哪种善叫极善吗？极不是讲事的，极讲什么呢？极是讲我们信心的，你很相信他，他就能改变。你有点犹豫，有几分的犹豫都不叫极，绝对相信就叫做极善，是讲信心的。说心想事成啊，心有力，想什么就变成现实。极是讲心力的，善是讲想法的，结果大家就看到了。不大到极，那个现象不会被转变的，力量太弱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在无锡啊，我现在想去北京，动了个念头不？你可以骑自行车去，你也可以开汽车去，你还可以坐动车去，你还可以坐飞机去，哪个快啊？飞机快。为什么飞机快？动力大。我们的命运要想迅速的变成现实，你的心理一定要强大，否则你就跟骑自行车一样的，定了目标，心理不强，得花若干年你才能到北京。信心太重要了，心有力啊，想什么就成。下面呢举了另一个例子，极恶之人素与居他不定。这个人啊，尤其是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在享福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享福？不会享福，福就转为祸。这个卡扎菲，这是叙利亚领导人，大家都很熟悉。这个人福气很大，做了42年的总统，70岁的时候被这个死的时候是很惨的，被击毙的。这个人很有钱，多少钱呢？在国外的银行存款有3600亿美金，不是小数字啊。3600亿美金划到叙利亚每个人头上，一个人可以赚3万，也就是说大家的福他一个人都想到了。有这种福大不大？太大了。但是这个人啊，念头不好。什么念头不好呢？好色。跟他有染的女性有1000多，身体已经亏到不能亏的地步了，天天吃壮阳药，还要这么去做，能量都亏掉了，都死得很惨，身体又不好。你们看他晚年的照片，脸上都不带血色的，铁青的，能量亏掉了。我跟大家讲，你把福在色上想掉了，钱的福你想不到了。说他现在人死的了，钱还在银行里面呢，钱已经不归他了，他的福都变成了色了，那个钱不归他了。这个人有福没福？有福，念头不善，福马上转为祸，一切都是在变的，念头一变就变了。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，极善极恶就把命运给转变了。大家知道，从前种种皮质昨日死，从后种种皮质今日生。无论你以前做过再不好的事情，只要当下把念头换掉，电影马上就变了。不管以前你放过什么电影，把底片一换，马上电影就变。
你对这个药要有极其极大的信心，有信心啊，你才可以马上得真实受用。如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这云谷禅师标准就是念头一变命运就变，你不知道啊。所以说二十年来你念头没有动过，你只能认命还不能转命，凡夫。尽管是凡夫，你也比抗拒命的强，因为越抗拒越惨，比他还糟糕啊。所以要转命，不要抗拒命运。转命的原则就是心想事成。那么听了这个话以后呢，了凡先生啊好像有点开悟了，但是不免还得疑惑，人的疑心啊是普遍存在的，总是从不相信到半信，从半信呢到全信，这是个过程啊。接着他又问，然则速可逃乎？命运真是可以改变的吗？不好的命运真可以逃脱吗？云谷禅师就跟他传授立命之学的法则了，曰：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这个福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五福了，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三宗。求谁呢？弘一大师讲，求名求利，须知求己胜求人。求人难，求天也难，求谁容易啊？求自己容易。求自己什么呢？把念头换掉，念头一换，梦境就变了。无论你刚才在说什么噩梦，老虎追你，你跑得多么的痛苦，只要旁边有个人，哎，醒醒醒醒，你醒，老虎也没了，噩梦也没了，快啊！刚才还在说你错呢，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，马上有人说我错了，停止，战争就结束了。李阳跟他的妻子 Tim 只要有一个人说我错了，家庭暴力马上停止。没有停止啊，还在说对方错啊，那继续打，打到离婚为止，离婚也不得安生啊。说福自己求啊，命由我做。诗书所称敌为明训，诗经和尚书这里面讲的都是真理啊，这经典要读啊。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这个我教典，云谷禅师呢是佛门中人，我教典当然佛经了，佛经也这么讲，有求必应，求什么得什么。从哪里求呢？换念头。夫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其诳于其人。这段话非常重要。佛是不讲假话的。所以说有求必应是真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佛门里面啊，佛对自己的学生和弟子是有要求，是有纪律的。这个纪律呢被称为戒律。其实我们党纪国法也是戒律啊。党有党纪，国有国法，纪就是纪律啊。国法也是戒律啊。谁能犯呢？犯了就是犯了就判罪啊。佛的弟子只要犯了戒律就不能成为他的弟子。那佛的戒律大律上分五条，有佛的纪律有五条，成为佛的弟子要守这五条。第一条，不杀生。其实我们党纪国法也不允许杀生啊，杀人不抓你吗？只是佛这个杀生的标准比党纪国法要求还高而已。
尤其是党员，你把党员做好了才有资格来学佛，因为他要求更高啊。他不仅不杀生，不仅不杀人，还得其他动物也不能杀，要求更高。第二，不偷盗。党的纪律里面允许偷盗啊？不允许啊。那佛门讲的不偷盗要求更高了，连盗心都不能动。所以你就知道佛弟子这个党员达到优秀党员以后才有资格来学佛，否则学佛就难了。说做优秀党员以后，不是说已经到了顶点了，还要更上一层楼啊？往哪里上？做佛弟子去了。第三，不邪淫。党的纪律里面，现在都明确规定啊，党员干部不能去卡拉 OK 啊。佛门也讲。戒邪淫啊。第四，不妄语。不妄语讲真话。毛主席明确规定啊，实事求是啊。哪能讲假话呢？这是党的纪律。佛门也讲要说真话，不要说假话。要求是一样的，只要求比党员更高而已。唯独一条，对党员要求不那么严格，就是喝酒。佛的弟子要求高，酒都不能喝。你说做党员啊，要努力做，做好了好好学佛去就能成就。所以这里面就知道在佛门里面是不准说假话的。佛要求弟子不说假话，佛怎么会说假话呢？不会的。那么佛为什么不说假话？我们对佛要有认识，你不认识佛就是迷信，认识佛就不迷信。佛本身是梵语，翻译成汉语就是觉悟，就是智慧。我们这些年来大家从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在求学，大家学什么？是学知识还是学智慧啊？学知识。我们说学知识，是的。我就问大家，你学知识跟谁学呢？你说跟老师学。老师的知识跟谁学的呢？老师的老师。老师的老师的知识跟谁学的呢？老师的老师。老师第一个老师知识跟谁学的？没人学了。孔子知识跟谁学的？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文化源头。易经之前中华文化没有记录的。伏羲氏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始祖，他以前没有老师的。这个易经八卦是伏羲氏创作的，没有老师教他，他怎么创作的？我们都是学知识啊，没人教你怎么会呢？这个秘密孔老夫子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给我们点破了，他老人家不给我们点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伏羲是怎么画八卦的。孔老夫子说啊，这个伏羲氏之望天下也，这个望就内圣外望的望。伏羲氏也是领导啊，要管理社会啊，管理社会也得按法则啊，没人教他，没有老师啊。不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上上北大总裁班，他没有总裁班可上啊。
他怎么知道的？伏羲是有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不需要老师教，你只要这能力了，天底下事你自己都知道。这种能力叫智慧，叫觉悟。孔老夫子讲，伏羲氏之望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仪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于是始作八卦。八卦从哪来的呢？没有老师教，伏羲氏有一种能力叫观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那什么叫观？观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，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。观不是听，观也不是想，观也不是看。观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在太湖，我们在太湖边，假如太湖上风平浪静，这个湖水很清静，很平静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天上有蓝天，有白云，湖水这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，这种能照的能力就叫做观，叫观照啊。这时候来了一阵风，哎，这个湖水啊就起了涟漪，有了波浪了。这时候蓝天白云还在天上，湖水还能照见呢？照不见了。我们的心当不动的时候，心如止水，这种观的能力就显现了。假如我们心一动，或者生气，或者怨人，或者思，或者虑，或者分析，或者推理，心一动，这种观的能力就失去了。说佛门有一种修炼这种观的能力的方法，叫止观。什么止呢？让心安定下来。到儒家也讲这个，大家读大学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止定静安虑得，止什么？止我们那颗思虑的心。心不动了，心不思了，就得觉。觉就是不思，思就是不觉。觉就是观的意思。说我们要求什么呢？求智慧，不要求知识。你求知识没用的。没有智慧的人眼睛是瞎的，叫盲人。我们说心明眼亮，他心不明当然眼不亮了，盲人了。如果你是盲人，你学再多的知识啊，你充其量是有知识的盲人，眼睛还没有开。如果心明眼亮，不要人跟你讲，也不要跟人学，你眼睛看得见啊。你往房间一站，哦，这个房间，哦，有几盏灯，有多少同学，男的几个，你自己看到了。如果你眼睛不亮呢，盲呢，眼睛闭上，人家跟你讲了，这房间有啥啥，你听到的叫知识，你看到的时候你用的是智慧。说生命的根本学问在哪里？智慧。说大学里面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首先讲大学问，什么叫大学问？开智慧叫大学问，学知识叫小学问，要开智慧啊。什么叫智慧呢？心不动，觉照的功能就起来了。说佛是用真心看世界的，怎么会说假话呢？看到真的怎么会说假的呢？我们凡夫用的是思虑，用妄心
看到都是假的，你怎么可能说真话呢？凡夫永远不会说真话的，只有圣人会说真话。凡夫说的真话还是假话，这标准很高了。说佛用真心，看到真理，说的是真相，不会说假话的。说我们对佛有所了解以后，对于佛说的话就有信心了。真心看真理，说真相，要听他的话，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凡夫用妄心看假象，还说真相是假的，错了。大家对这个了解以后，对佛就不迷信了。佛是一种认知事物的状态，这种状态叫智慧。什么叫佛教呢？开智慧的教育。什么叫佛法呢？学智慧的方法，讲学问的。释迦夫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即匡于其人。佛不说假话了，菩萨也不说假话。为什么呢？佛觉悟了。菩萨是什么呢？菩萨是学觉悟的人，他都学觉悟了，怎么会敢说假话呢？不会的。所以大家对于佛有认识啊。那么了凡先生听云谷禅师这么一介绍，心动了，但是呢不免还有疑惑。有疑惑不怕，古人讲小疑小悟，中疑中悟，大疑大悟。有疑问是好事情，问中学，学中问，学问学问嘛。这了凡先生就开始问了。于禁曰，进一步问，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则也。他引用孟子的话来请教云谷禅师。孟子说求则得之，一切都是自己求来的。求谁呢？求我自己。这是孟子的话。接下来呢是了凡先生对孟子话的理解，这个理解上就错误了。他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道德仁义求我自己，我想做有道德人，我做到了。功名富贵是天定的，那是我求来的吗？他还是有障碍。那我就问大家，道德仁义跟功名富贵究竟是怎么关系？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，还是三回事，还是根本不相干的事？这个地方了凡先生有障碍了。这个障碍我们吃完饭下午再来破障碍。谢谢大家。